小黑药肉饼的功效驱风寒、消积滞、通经络、治脘腹冷痛、食积腹胀、噎嗝、胃痛、体虚多汗、感冒咳嗽、风湿脚气。地滇南本草驱风除湿，舒筋活络，帮助消化。二、云南中草药选驱风湿、通经络、消积止痛，治风湿性关节炎、腰腿痛、胃痛、消化不良、骨梗喉。三、云南思茅中草药选利水除湿、止咳祛痰，治感冒、咳嗽、高热。江心买来的肉末倒在碗里，注意哦，肉末里面要有点点肥肉哦 ，Tilda， 不然不好吃呢 ，Tilda。将小黑药倒到肉末上，我比较喜欢吃，所以就多倒了点。大家第一次可以少倒点哦，尝尝口味。放适量的盐和水进去哦，盐的话就照平时的量，水的目的主要是等下搅拌的时候比较容易搅拌开，所以不需要多放。开始搅拌了 ，Tilda 嘿嘿。要搅拌均匀哦，搅拌均匀了就放到电饭煲上蒸饭的时候蒸，或者到蒸屉上都可以哦。来张镜照 Tilda 嘿嘿 Tilda， 蒸个大概30分钟左右，就像平常蒸肉饼一样的。蒸好后的图片 Tilda 比肉饼的颜色要深哦，那是因为小黑药 Tilda 嘿嘿波浪好波浪好。来张镜照哦，小黑药放着的肉饼特别的香，小黑药还可以炖鸡、蒸蛋，Tilda特别好吃哦。